去，干嘛进来？好，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的议程为：一、继续审查陈碧涵等25人拟具《艺术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二、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大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赖正昌等16人拟具《大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赖世宝等29人拟具《大学法》第28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蒋乃馨等29人拟具《大学法》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三、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委员陈碧涵等17人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委员陈淑慧等29人拟具《教保服务人员条例草案》。好，我们现在早上代表出席的是教育部的林次长啊，林次长以及张明文司长，还以及我们教育部的同仁们啊。那现在本席先宣告，如果委员法律提案修正案如有的话，请于处理前先行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好，我们现在要来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的审查，委员陈碧涵等25人拟具《艺术教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我们进行修正草案之逐条审查。那我们就到这边我们的位置去哈做讨论。是这样太慢了啦，就是他现在要发了，我们要给他一份嘛，我们有没有给那个秘书一份，这样子他那边必须确认好不好？那是不是有一个同仁也可以在那边协助他，到时候那个每一个字哈。好，报告委员会，为了今天我们有3个法要审查，逐条审查嘛。那为了我们很顺利，所以事实上我们事先都有先进行就是讨论研议，所以我们今天的手边资料会有一个修正建议的对照表。待一会呢，本席基本上会以那个修正建议的这个条文内容哈，请各位委员们我们来对照参考，然后共同讨论。
好，那这样好了，我们先来进行啊，第一条啊，第一条，这个本席提的第一条啊，主要是增加了几个字啊，就是增加了艺术教育以培养艺术人才。这个原来的现行版，我后面增加了一个，增进全民美感素养、艺术涵养与创意能力，来充实国民精神生活，提升文化水准为目的。那主要是因为啊，我们这个艺术教育法公布到现在啊，已经很十几年了嘛，哈。好，那但是呢，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以及艺术教育它的那个发展内容啊，越来越涵盖面越来越广泛，所以哈、啊、有必要做一个调整，把这个全民美感素养、艺术涵养与创意能力这个几个字哈、啊，把它放进我们的艺术教育法里头。所以修正的建议，会建议第一条。艺术教育以培养艺术人才，增进全民美感素养（艺术涵养与创意能力），充实国民精神生活，提升文化水准为目的。好，这个是修正版修正建议。好，那这个里面因为完全是照本席所提的这个草案，所以会采委员啊本人的版本。好，这个委员那个内容我们也建议采委员版本，只是我想既然比较有共识，就把它做得细致一点。通常那个提升文化水准为目的，我们在法条上用的是没有上面那个声，还是没有关系哈。第二个是待会第一条跟第二条我们在写全民美感素养、艺术涵养、创意能力，跟第二条艺术涵养及美感素养，我们让它次序一致就好了。因为叫艺术教育法，所以我蛮建议增进全民艺术涵养，或者是增进全民美感素养，顿点就第一条如果不改，第二条要改，有没有那个次序？我们改第二条好了，就是那个要改过。好，为了一致性啊，还有那个文字第一条的声哈、啊，我们跟第二条的声字眼字不一样。好，那这个我们待会委员都到齐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确定哈。我们先行讨论。那第二条呢，就是照本席的提案哈，然后把这个为提升全民，我们比照第一条，就是美感素养及艺术涵养，我们顺序调整一下，然后实施艺术教育类别如下，然后。啊，也是顿点的。涵养之后是用个顿号，然后艺术涵养，好，这样子把它交换，然后顿号，然后它的下面的这个第五原条文是其他有关之艺术教育，我们这边把它修改为其他有关之艺术与美感教育啊，以便哈、啊、这个跟把美感纳进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有关于美感素养跟艺术涵养的顺序哈。那因为一二条是顺序不一样，那后续的所有的条文的安排，包括第二条的第五款哈，都是以艺术排在前面的。所以说，如果是要把这一个第二条配合第一条对调的话哈，就会变成后续的条文的逻辑哈，都变成不太一样。我们改第一条好了。是，好。好，那为了让这个哈，这个精神是保留的，但是整个条文哈更改的那个幅度不要那么大，所以我们第一条还是把艺术涵养放到前面哈，增进全民艺术涵养，顿号美感素养与创意能力。
好，那我们后面的就不要去改它啊。那这样全文更动的幅度就会减少，这样好。好，那这个赖委员这个部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接下来有修订的是啊，我的版本里面有增列第四条之一，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事先的讨论里面哈，这个教育部有建议把它列到这个第十四条之一，好，以便整个法的精神哈归类体例会一致，所以这个本席是有同意的。那么第五条里头这个。本席有提案，然后讨论之后呢，把整个内容完整的这个研议以后，这个修正的建议是第五条，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对于从事艺术这边增列与美感教育工作成绩优异之机构团体或个人，应予奖助，其办法由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定之。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一项是学校应宣导并落实尊重教师从事艺术教育活动作品之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他财产智慧财产。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提案主要是哈，这个学校现场有很多艺术老师啊都反映啊，这个创作及其衍生的所有的这个制裁权啊，应该在艺术教育里面，在学校这个教育的时候应该就要推广，尤其是老师本身因为教学需要而创作的这些作品呢，更希望学校应该从学校场域就要重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增列的一个内容啊。那这个我再请教一下教育。学校应宣导并落实尊重，这个后面有写教师从事，这个教师要不要特别指出？因为我们的宣导的时候，哈，是针对艺术教育活动的专利啊、商标权、著作权或智慧权啊、智慧财产嘛，那这样的话就不见得是教师，还是教师保留也可以了解。这个，那个主席，我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教师拿掉？因为你教师的话，反而不是，其实学校里面有的时候除了教师以外，也有约聘的人，也有行政，哎，对，还有艺术助教也，是不是教师这反而是一个罪字这样子？哎，是哈，这我想那个赖委员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学校应宣导并落实尊重艺术教育活动作品之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他智慧财产。好，那这样子修正哈，我们再把这个文字哈，把教师从事这四个字把它啊删去。权字，后面要不要加权？好，那智慧其他智慧财产后面再加一个权哈，智慧财产权。好，这样子那个同仁们哈，请协助把这个字哈更正。好，接下来第五条之一，本席的提案，然后好，这边的修正建议是，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督导所辖高级中学以下学校落实艺术教育课程，依课程纲要排课及授课，未依相关规定办理者，应限期改善并追踪辅导。好，那这个最重要是现场的老师们啊，常常要反映说课堂要正常化，那课堂要正常化，教学正常化，才有办法落实艺术教育。所以这个法，
排进来的这个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增加学校教师评鉴的负荷，所以把它纳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已经实施的，也就是那个本来就是校务学校有这个访视督导的，好，只是纳入这个访视督导里面去确认它，好，这个艺术课程等等有没有正常化推动，好。是吗？哈，好，那赖委员这个精神是这样哈。好，谢谢。这有一个字，一个唯一一个字我们写错打错哈，就是高级中学应该是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好，中学的学改成中等，嘿，那是法律用语，嘿，是。好，请我们的同仁把督导所辖高级中等，好，这个字把它更正，好，以下学校等等哈。好，接下来。是第八条，第八条哈，是本席有提案，主要哈，我们是在艺术教育的教师，哈，教师里头他的待遇啊，这个待遇我们希望能够在法条里面哈，给一个更清楚的保障，尤其是像兼任教师，好，有代理代课教师终点费自己基准。好，那可是我们希望在艺术教育法里头就把这样的一个字眼放进来。好，那我们知道这个艺术教育里面是牵涉很多专业，然后它的项目也非常多种类多元化，然后常常也很多是跨阶段的教师们哈，到基层的学校去服务。好，所以这个如果能够落实在这个法里头哈，那就艺术教育法就更完整。所以我们的修正建议版啊，内容是第八条，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经报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后，得设立艺术才能班，就具艺术才能学生之能力、性向及兴趣，辅导其适当发展。前项艺术才能班之设立标准由教育部订定之，这是我们现行的行政院啊，我们的条文。之后呢，增加学校必要时得成立专业认定审核小组，审查艺术才能班兼任顿号代课教师资格及终点费之给事项。第四项，办理绩效不良之艺术才能班，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得令其减班。啊，这个是修正后的内容。好，接下来是刚刚第四条之一，本席是有增列一个新款，我们把它移到这个第十四条之一。好，修正的内容是。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编列专款，推展各级学校办理专业艺术教育活动。要加专业两个字吗？办理艺术教育活动。专业艺术，因为我们的一般艺术跟那个社会艺术都有了，这是三大项。我们有分不同的艺术与美感教育活动，就是我们有每一种每一家。每一个都没有，每一个都是体育一致的，有学校艺术，一般艺术。专业艺术，美感在一般艺术。好，那十四条之一就是哈，这个修正建议哈，是这样哈。好，这是本席提的版本，有稍微斟酌了几个字啊。好，接下来第十五条之一，好，这也是新增的哈。这个最重要哈，这个新增是因为我们教育部哈以特别预算于1998年推动了培育优质人力促进就业计划中国小增至专长教师方案，为期是一年，对于降低城乡艺术教育资源落差跟改善偏乡小校的艺术专长师资不足情形是有帮助的，应该要继续推动。啊，那为了要使他能够用常态的方式去更续办理，我们应该赋予他法源依据，啊，让他有必要性。所以本席提了这个增列。
那增列的内容哈，有稍微哈稍微修改一点点。好，那我念一下第十五条之一，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协助直辖市、县市政府以共聘、巡回辅导或其他方式，充实偏远及小型学校艺术领域专业教师，必要时得经费补助。好，我们有其他方式，然后还有充实偏远哈这几个字。好，好，接下来第十六条也十六条之一哈，本席也提了一个新增的条文哈。那这个提的新增内容哈，那个教育部有建议本席哈，把四个字把它删除哈，不需要重复。那修正之后的建议我念一下哈，那个委员们哈，请帮忙哈，这个审查一下。为配合艺术相关课程之实施，除由各级学校主动征求外，得由艺术家或专业艺术团体自备相关资料、资历证明，向各校提出住校申请。其实施范围、办理方式、工作内容、补助基准及项目等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定之。好，那本席的提案里面的分组织分工这四个字就删除。好，那刚刚念的就是修正的建议文字。好，接下来的第十八条，本席的提案就不予采纳哈，然后整条都啊维持现行条文。那接下来本席提的版本的第二十四条之一也是新增条文。啊，这个条文经过法规专家稍微就是研议之后，好，我们把它修正的建议是第二十四条之一，机关及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鼓励员工及教师每年参与艺术与美感课程或活动，前项艺术与美感课程或活动得以相关之演讲、讨论、网络学习、体验、实验、实习、户外学习、参访、影片观赏、实作及其他活动为之。哈，这个实验刮胡习哈。好，那这个新增的精神是这样的啊，其实美感教育中长程计划已经提出来了，那它是从幼儿阶段一直到终身教育，然后又有跨部会好，来共同来合作平台来推动发展美感教育，所以这样的一个跨部会又是全生涯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那除了教育部学校里面应该要去推之外，那么我们的公家机关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伙伴们应该也要对艺术或美感有所体验哈，或者是参与，那他认知之后他扮演一个推手哈，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比较能够了解跟掌握哈艺术教育的精神，或者是还有美感哈这教育的一个实质的内容哈，所以做了这样的提案。那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本席虽然有提案，但是我们就不予采纳，我们就维持现行条文哈。那以上是这样的说明哈，这个不用改升哈，那个提升的升我们就按旧的艺术教育法原来使用，上面有日头的那个升哈，是对好好。那我们先确认一下刚刚的艺术教育法是不是，等一下那个校长，我们这个要先我们先宣读一下好吗？好，请，谢谢。宣读艺术教育法第一条，艺术教育培养艺术人才，增进全民艺术涵养、美感素养与创意能力，充实国民精神生活，提升文化水准为目的。
继续吗？第二条，为提升全民艺术涵养及美感素养，实施艺术教育，类别如下：一、表演艺术教育；二、视觉艺术教育；三、音像艺术教育；四、艺术行政教育；五、其他有关之艺术与美感教育。第五条，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对从事艺术与美感教育工作成绩优异之机构、团体或个人，应予奖助，其办法由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定之。学校应宣导并落实尊重艺术教育活动作品之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他智慧财产权。第五条之一，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督导所辖高级中等以下学校落实艺术教育课程，依课程纲要排课及授课，未依相关规定办理者，应限期改善并追踪辅导。第八条，高级中等以下学校经报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准后，得设立艺术才能班，就具艺术才能学生之能力、性向及兴趣，辅导其适当发展。前项艺术才能班设立标准，由教育部定之，学校必要时得成立专业认定审核小组，审查艺术才能班兼任代课教师资格及钟点费资给事项。办理绩效不良之艺术才能班，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得令其减班。第十四条之一，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编列专款推展各级学校办理专业艺术教育活动。第十五条之一，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协助直辖市、县市政府以共聘、巡回辅导或其他方式，充实偏远及小型学校艺术领域专业教师，必要时得补助经费。第十六条之一，为配合艺术相关课程之实施，除由各级学校主动征求外，都由艺术家或专业艺术团体自备相关资历证明，向各校提出住校申请，其实施范围、办理方式、工作内容、补助基准及项目等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各级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定之。第十八条，维持现行条文第二十四条之一，机关及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鼓励员工及教师每年参与艺术与美感课程或活动，前项艺术与美感课程或活动得以相关之演讲、讨论、网络学习、体验、实验（括号时）、户外学习、参访、影片观赏、实作及其他活动为之。第二十五条，维持现行条文，宣读完毕。本案审查完竣，是不是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好，不需交由党团协商。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时，由陈召集委员碧涵补充说明。好，谢谢。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大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赖正昌等十六人拟具大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赖世宝等二十九人拟具大学法第二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蒋乃馨等二十九人拟具大学法第三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现在我们进行修正草案的逐条审查。
党团协商我会处理，对对对，好，党团协商我们也已经写讨论好了，就直接就是第四条吗？对对对，第四条。好，我们现在来逐条讨论哈。我们先进行第四条，第四条的这蒋委员，我们有一个这个对照表，这个哈，里面右边我们有一个就是修正建议的文字，最右边哈，这个右半最右边那一列。好，那这个是把委员们的提案跟现行条文，还有事先跟委员们哈提案的委员们啊，这个研讨过后得到的一个初步的共识，所以拿到委员会，现在我们来透过委员们来审查。那第四条，好，是提案委员是赖正昌委员，好，这个就遵照委员的版本啊，就是在第三项。把专科部改成专科学校哈，以利这个整个一致性。好，这个是第四条。那么第五条哈，这个是我们102年5月23日教育及文化委员会第22次全体委员会议审议通过，然后呢是在今年，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哈，就11月19日党团协商。好，这个是协商后的版本。好，这个就是我们增加了这个最后一项，是其评鉴应符合多元专业原则，相关评鉴办法由教育部定之。好，这个是我们委员会最协商通过的文字。好，那然后他的提案我们也跟他说明了那天协商的结果，所以没有，这就是我们协商以以我们协商就是要按这个党团协商的版本。那这样好不好？对对对，我知道，没这种道理啊。对，没错。因为这个哈，整个条文的这个发展经过，最先是蒋委员的提案，没有错。这样好不好？委员，我们现在就来。对，这我不接受了。我们来那个把委员的那个提案拿，不是你拿出来。这个是原先我的提案。对。对不对？到最后删除变成我不是我的提案。虽然是我的意思，他后来的那个细节没有再写，最后变成党团协商的版本，对蒋委员的名字提案就不见。不同的案子是不同的案子，怎么可以把它不同的案子又把它并到另外一个案子？那要经过程序委员会来通过啊，大会通过啊，才能并案啊。那我现在如果把你的提案放进来，我们就是按照你的那个协商，有上次是最后的综合。对，原始要念一下，原始是蒋委员的提案的。我只是说，我不管，现在就是说，将来通过以后是算谁的版本？就是修正版，就是按照这些我的修正版。我的版本到哪去了？合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整合出来，就是、整合出来之后，当然最先是蒋委员的提案版本。对，蒋委员跟谁的提案？蒋委员的建议吗？第五，就是第四条的。
是你到最后通过的时候，我的名字应该还在这，还在上面才对呀，不能离开，只有我的名字。对啊，对啊，有啊，你不会在上面的。可是我到你们这个上面拍，我看不到我的名字。这是后来才有的。你们这边只有赖委员的，不是这个新的。你这个我只要有赖委员，这是新的。有名字，然后其他的我这边就不对了。代委员这个是新的，这一次没有采纳的。这是将或者是将来就是三组通过的版本为主。对了，就以原来的赖正昌委员的，他的没有，他这个第五条我们没有采纳的。那代委员这一次的提案没有采纳，对，我没有在讲，我们要按照这版的那个协商的那个版本。就是你们要把那个当时哪几个人的委员名字要写上去嘛？你这样子写的，人家不知道我的名字。对，那我们变成只有别人的案子。好，我们议事组哈，我们这样子，因为赖委员的这个第五条我们是不予采纳，对，我们是采纳就是102年5月23日的那个委员会全体审议通过的那个版本之后的哈，104年11月19日党团协商的版本，所以委员您的提案在那个我们的资料里头是有的，好，因为我们是采用那个时候的版本。好，这个我刚刚所做的宣告都是依照这样的一个精神在处理的。好，好，那个赖委员的这个提案是不予采纳的。嗯，好，那我们就会按照这个修正建议的版本，我们会这样通过哈，不予采纳赖委员的。好，第六条呢，好，第六条的修正哈建议整合以后是采纳这个赖委员的提案。哎，在最后一项由相关大学共同订定，报教育部备查。好，这边好加了相关两个字。那第十三条的话是按照院版啊，就是现行的条文之后，行政院提了一个新的版本，所以我们这个是按照行政院的版本通过啊。好，第十四条这个修正建议里头，我们是采院版，然后将委员的提案，好，这个是赖委员有提案，他的提案在第三项他有增加行政单位的行政两个字，所以我们在修正建议的时候把这行政拿进来，所以这整个条文哈，按照这个行政院版本，然后增列委员的行政两个字。好，第十八条采用行政院的版本。第二十三条采用行政院的版本。第二十五条，采用行政院的版本，好，但是是依照这个专科学校法的体例，好，把这个文字哈，整个叙述的方式整个修正哈，所以这个内容，待会请议事人员哈完整的哈那个好这个宣读。好，第二十八条维持目前的现行条文。那进到第三十一条，三十一条有蒋乃馨委员的提案版本。好，这个请次长可不可以针对这个哈说明一下好吗？这个蒋委员有那个提案。是，来请。高教司司长李燕仪说明，有关于第三十一条的条文，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进修教育，进修教育法哈。那目前这个法也在院里面修法，那文字就是已经放在那里，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部分就先暂时维持原条文，就不先暂时先不拉进来。那这个委员，你们的进修教育法是什么时候会通过？不是，你说你们我的这个条文在进修教育法
对不对？那进修教育法修正现在是在行政院，在地法院，在地法院，在地法院。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审议，那什么时候审议通过呢？不知道，然后过届也不审，对不对？然后下个会期再重下一届，然后再重新提案出来。那为什么我这个时候不能在这个会在这一届把它三读通过呢？如果这个意思是你们跟你们一样，你们可以接受的话，那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它通过，而要再等到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呢？有什么原因呢？我不觉得啊。把字出来，要说明一下。如果现在先修大学法，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跟法制处上面看起来是会有点乱。是，就是跟委员报告，本来它是配套的法规啦，哈，譬如说这个委员提案的最后一项，哈，专科进修部的设立变更相关的事项的话，是准用专科学校法有关进修部相关的规定嘛，哈，这些相关的配套还没有出来之前，哈，单独在这边修，在适用上，在执行上，高教师这边业务上可能也是会有一点困难。相关配套的东西没有出来，你的法就不能修。你们行政院送来的法都是用这种方式处理吗？对，你们技术及职业教育法延伸企业，你不是一直讲修吗？你相关配套的东西出来了吗？好，没有关系。你还不是一样送到立法院来修？把它放进来。那为什么我们提案的东西啊，相关配套的没有，你就说不能修？如果到现在相关配套的东西没有的话，那你们102年那个进修教育法送到立法院？为什么叫相关配套没有那个102年就可以把那个进修教育法送到立法院来修呢？很奇怪，我这个逻辑就搞不懂啊。你说我这个条文是在你们进修教育法里面有，而进修教育法是在102年送到立法院的。是。那我现在修大学法，然后你们又说相关配套没有。如果大学法没有相关配套不能审，那你102年的进修教育法为什么可以送到立法院？那你的配套措施在哪里？那就跟我们报告，当时的补习进修教育法的修正也配合专科学校法、大学法的这个条文一样，同时送进立法院。那是三个法案是并在一起送的。对，对。但是因为那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在立法院还没有完成处理啊，因为补习进修教育法它对于有关于进修学校这一块，原来它是脱离大学。另外一个系统在做处理嘛，所以他在补习进修教育法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们现在要把那一块拉回到由大学这边来做处理，所以大学法要加规定，专科学校法要加规定，补习进修教育法原来大学跟专科附设的原来那一块东西要同时拿掉，但主要当时送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把三个法案整个配套来做处理。当然现在如果单独这边来先来定，我想我们也可以接受了，嘿，只是说就整个法制来说看起来是有点很。那你讲的跟刚刚讲的就是不一样嘛，刚刚是因为没有配套嘛，没有配套问题是你们自己把补习进修教育法都送到立法院来了，那没有配套的话，你当时102年怎么可以送补习进修教育法呢？对不对？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你说这三个法都有关联的话，你们就应该跟主席研究是不是把这个补习进修教育法一起拉进来一起审呢、啊？那你们现在又不要审呢、啊？你们又不急呀、啊？那然后到其他相关法条又不能审呢、啊？有这种道理吗？我觉得我这是逻辑的问题，我听不懂你们的意思到底是在哪里呀、啊？对不对？如果大学法可以摆进来，那可以执行的话，那我们大学法通过嘛？因为你补习教育法，照目前来讲的话，你现在还没有排入议程，你这一届根本不可能过，不可能就过的话，过届不审，下一届重新提案，那你要到什么时候开始？如果这是该做的，那我们就先通过啊。事先就应该要沟通嘛。
哪里有事先不沟通呢？有的，有跟委员办公室这边有去做报告，对。对。这一次一起修的话，现在的专科学校法没有这样的进修部的规定，所以假如专科学校法有在这一次一起审，那还比较完整。那假如这一次只有大学法，没有专科学校法，这是你们教育部的问题啊。那你希望那你们为什么连同你们为什么不请主席把那个专科机不是补习机进修教育法把它排出来呢？你为什么不要求主席拜托主席把它排案子来审呢？我觉得很奇怪啊。嗯，如果必须是要同步的，而且这个是该做的，因为这是你们自己教育部送来的案子，像那个补习机像跟不是补习机进修教育法是你们送来的，这个方向如果是跟你们方向是一致的，你们就应该要求教育新主席赶快排呀，而不是把别的案子通通扯下去啊。我觉得这你们拿这种做法，我觉得很奇怪的。102年送来的法，如果是该做的，两年的不排，你们也不讲话。对不对？那102年该做的东西，那你要准备的等到106年再来做吗？如果真的有困难，我可以不坚持。可是你们这种做法，你们要检讨。如果这个方向是做的对的，你们当时补习机制教育法，你们就应该拜托主席赶快排进去，对不对？如果是可以，虽然那个法没有修可以做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就今天就把它通过。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好吧？您看那个华智树这边看看，如果把那个第三项、第四项拿掉，第三项也有，第三项还要留着的。好吧，你们自己研究决定，好不好？第三项要留着，但第四项先拿掉，有没有问题？华智树这边看一下。那这个修正时期是？好吧，你们自己决定。设一些专科进修学校啊。OK， 好。反正现在人数也不动。好了，没有了。反正你们慢慢研究好了。反正现在人数也不动，主席也不见。人不动。在外面先。先对对，交换。现在也没有3个人啊。交换。也不能做决议啊。差一点。然后我马上我也离开了。啊，你离开就。现在主席一个人。离开了就没办法通过了。没有赖东昌这个证书，江委员还有江委员。赶快决定，对对，好了，那如果是这样，把3、4两项先拿掉。那我们就把3、4先拿掉好了，3、4项先拿掉。我们你们自己做决定，好不好？我先把3、4拿掉好了。那其他的你们自己，对，你们就决定。谢谢，等主席。要不要？主席现在来了也不能做决定，还差一个人了。刚刚通过的都是假的。交换意见。对，刚刚通过的都是假的。委员呢？还差一个委员在。赖委员呢？赖委员在记者会，在进行台联的记者会，大概10点10分左右会结束下来。
你们自己决定，好不好？这个案子要过还是不过，还是要怎么样？你们自己决定。三四先拿掉哈，我们就是那个主席，我先跟主席报告一下哈，因为这个法跟专科教育、专科学校教育法，还有专科学校法及补习进修教育法三个法，那这三个法都是在有联动的。那补习及进修教育法是在102年行政院就提到立法院了，那方向是一致的，对不对？方向是一致的，可是专科及教育那个不补习及进修教育法，我们立法院102年送来到现在没有排入议程，所以到现在没有审。那原先教育部是说，如果单独这个审的话，没有配套，那我就说，你102年补习及进修教育法送来的时候，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配套啊。那既然没有配套的东西，你都可以送到立法院，为什么我们委员提案的没有配套，你就不能审？我这个逻辑不通嘛，对不对？那后来呢，我就跟教育部讲，如果这个跟三个法联动，如果只修一个法会造成其他的问题，那我也不坚持。如果这个法可以通过或者是修正通过，让先做，我也没有意见。为什么？因为补习及进修教育法这个这一届绝对过不了了，那要下一届重新提案、重新排定、重新审查。那到底要怎么处理，我说教育部自己去决定去，你说要就要，你说要修正就修正，你说不要就不要，好吧？可是对于教育部的这个做法，教育部应该要检讨。如果补习及进修法很重要，他应该要拜托主席排议程，对不对？好，那我们教育部好，委员是哈，那个委员那个说明的哈也很清楚，主张也非常的明确。那我们部里的态度是希望第三、第四项把它删除，然后把第五项往上哈提哈，变成第三项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第40条之一哈。我们就40条之一，我们就采行政院的版本，哈。好，是现在我们讨论完毕哈，那个这个版本跟修正也是确定，但是我们要把它确定，还需要一位委员，嗨，那郑委员不是也要过来吗？他现在先到那份那边去。对呀、啊。赖委员记者会结束了，我们就去。结束了，他结束了吗？是不是可以现在就来了吗？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哈，等一下我们就确认刚刚讨论过的哈，这个所有的哈这个文字，把它确认条文哈，先休息一下。
Thank you.
不好意思哦。
所以它有时候固执起来。对，因为事实上我们也讲说它要到什么法什么法，可是我本来是认为说有些在这里面是放也不是不行，是我们那个法治一样，法治可能比较不希望这样。就像我刚刚讲说，我们的艺术教育法为什么要把那个教师终点哈，那个我要放进来，是因为你不看这个，你都要去想到那个，有点遥远啊，对不对？所以放进来，我们放进来，我觉得就好，其实是好。有本来要那个法进修的时候，都没有把你这个法。对，是没错。Thank you.
修法之后，前条这边是前条，那学位授予应该是不是？那么其他的呢？对，那就。
照相一下，我们这么认真，是好的，可不可以？那这样子拍过来一下，你看，我都当单模了，照一下相，好不好？那个，对对对，多认真啊！不要微笑，要很严肃。这时候好希望有一些人的帮中出现。
真的因为是在旁边，每一次都是下礼拜已经那个变数太多了。对，万一他礼拜一十二月七号，对不对？他就要开始那个协商啊，那你就没办法了。因为十一号就结束了，所以那个委员会可能会提的。所以我排这样是因为我就觉得说，今天如果弄，顶多十二月七号礼拜一，顶多接下来可能程序委员会完的那一周都开始已经就那个，那我是这样算，给他时间是抓，然后把三个案子，我们推就尽量往前推，因为我觉得大学法应该没有争议，应该他过。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说让他们的法可以删除，然后他也。像那陆生那件，他们在网络上都给他传啊，就写说那个他没交钱，干嘛吃我们的粉，然后怎么样？可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啊，他们也是在交，然后而且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是反赚。赚的呢，因为他年轻嘛，他仅付其实才47%，我们还赚53%。对呀、啊，所以我是说，那我们如果出国读书的时候，以前。也是一样啊，那个当地政府给我们健康照顾是自己的不分国籍，对啊，但是都可以这么不友好，对，就说你说时代都进步了哈，那都可以去观光去干嘛的，这个还在，那我就想他是不是把条文先念一念，确认。他念得好慢，所以赖委员是确定不会来去。赖委员他应该可以啦，他现在是记者会开完嘛，然后他们自己党团内部在开会，然后我们其实刚刚如果加委员可以的话，其实就那我去。对啊，蒋委员在办公室。对呀，对，确定他们。所以这样呢，就除了第31条，其他都是照我们这边的，这样就快多了。
特别的感觉。那因为一次拍嘛，就那个这只是很多照片里面几张，然后这几张又因为说那个大小不能超过那个 L 型夹了，然后字是找黄炳煌老师写的，然后那个 slogan 就是我们美感教育里面比较容易记的，就是挑几个比较清楚的。那你现在看的第一张是属于贵妃醉酒，就是贵妃的打扮，然后后面的那一张就是那个穆桂英挂帅的时候。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古代的话，就不管你是什么像三明花啦，什么那个木花木兰啊，这些古代的都是造型。光是这个画都可以画多少？其实因为我学校的同仁啊，服装跟配饰都先选好了，所以他化妆很快，20分钟化妆。这么快？对，因为就是我那个短头发，他就用布这样缠了以后，剩下就很快。因为我算是轮廓也很那个嘛，然后他画眼睛都很快，他们就是每天都要画很多的手啦，那个脸不要太怪，他的比例就很好抓，就每天都穿戴，所以他都要贴布啊，做什么他那么快。那背后也有照片，背后就是同一个系统，然后不同的照片，像一个大图不小图。我那时候就没有用密码委员的名字，我就想说让他送到学校去，小学生啊或者什么的话，最好也不要写什么密码委员，免得人家以为我在竞选。我那时候想很多，所以我就想说是推手就用推手这样，比较不要让人家有不当联想。我那天只是学生会觉得谢谢那我们可以先念了吗？先念我们来写，可不可以？先不能先念，还在的时候都不能念，现在不看艺术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念很久。不会啦，但是那边有没有确定？有没有那边有正确吗？就是第三项第四项三项有这样子就比较好。那个文字要改的，哪个文字？就是叫妈妈第规定，就是第三十条。所以就不要了，对对对对，逗号就不要了。
关系啦，那个我们已经尽力了，如果我们等再等一下，再等到什么时间，那我们就要休息了。所以声音都比较怪怪的。小孩子都吓得要死。
校长就是回去那个行政职就辞掉，所以是要教职，行政职不能切掉。那像你们这样，你们年纪也要当编的吗？哎呀，立法委员的年纪不能切掉。立法委员机关为什么？那些事情我们要修法，但是又怕说人家说我们是自肥。立法委员还不敢讲，考试委员都把我们骂死了，都为什么年资不会？财税行政，哎，我高考是67年，但是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我进职业管理，快民国72、73。哦，那时候应该有赚到钱，我也是会计师，可是我都没有职业。哦，我也知道，我民国77名。我考上以后当兵回来，我在国税局，所以我当过公务员。我也在国税局待过，我也当过差账员。我在审查一科队，我那时候简松奇当的。哦，我知道。后来我当会计师，当了快20年了，18年了。啊，所以你教你公职的年资不错啊？不多，快10几年了。对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要弄那个可惜制的嘛？就是说你在这边的也得积算进来，可惜制的。可是人家那时候他们60几年当会计师，一年的签证可以买1栋房子，你归岛。就是一年的签证。对，但是房子也便宜。一次签证完那一年的签证费，他可以买栋。像是那个有一个就是说，以前也在立法院的，他就是要一年签证就买一间房，一年签证就买，那也要很贵。那时候会计师少，对，后来是会计师开放之后才，对。然后那时候你看财务财经又没有公平，后来是。现在讲34、34。对，那个时候。现在当会计应该公务员了，我69了。
我因为那是天下第一大急诊所。那时候中山急诊所一年的预算比整个高雄市国税局还多。这么多。对。那时候民国七十年，那时候中山区，中山底下什么大安什么，信义都很大。而且那边最大的公司都在中山区。白天是上公司多，晚上那种林森北路什么的特种营业也多。对，我们以前去查到的时候还很好，那个民众可能要晚上去看，那个真的就是两个人，然后有时候还要查各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事有一次查宾馆，然后那时查宾馆就一个男的搭配一个女的，那个老板也很好玩，一看到一男一女进来都没有问什么，就把钥匙递出来。拿那个稽查证给他说，他就你都还来不及拿出来，他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所以你同事每次要查到特种行业都很好，都回家要先报备。那时候媒体还没那么发达。另外两年就是认识，可是那年资应该算嘛，就是交学年资。
身边的就两个留言，他也都没有让他知道。徐老师他在研制，好为什么他到平镇或者想要去到去研制，打电话给老师，他刚好也在研制，我就说，他台大退休，在然后我就去研制看他，徐老师看到我很高兴，就找我中午一起吃个饭，就在研制行政的餐厅吃，那很高兴，但是老师也都没有讲，但是那天我就觉得老师有些动作很奇怪，他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他就是看到我就拿着照片啊什么样，他也拍照要给我。只是我也不，我想说也不好意思问。在原始的时候，哎呀，那时候可能是第一次怀孕，对不对？他那样，我后来治好了，后来治疗。啊，后来才发现说，啊，后来他遇到说他女儿郑丽芝啊，他跟我讲说，哎，那校长有看到你的照片，那怎么会有？他说，哎呀，就是那时候我去，啊，那天刚好去平镇，我是想说开完会要是老师在原始，我就去跟他，哦，很高兴就跟他吃个饭的。原始大学。在讲以前我都知道教授了，徐梦楠老师，真可惜。因为老师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从那天会
可以主动找我再拍个照。看起来好像留什么东西一样。对啊，后来他女儿是讲的说，老师他后来很自己的，他把他自己的书啦、啊、论文啦、啊、发表的文章，全部都整理好。整理好。郑瑞成，哎，他是他太太是我的指导教授，徐木兰。好，报告委员会，我们刚刚那个艺术教育法是审查完竣哈，然后我们大学法啊是也讨论完毕，但是现场因为委员人数不足，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哈这个条文确认哈，所以那我们就另择期再处理啊，所以报告委员会本日议程处理至此，现在散会，谢谢各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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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